别跑啊！哎，不行，别，使不得，别胡闹。 怎么现在才来啊？我帮你们接会是掉脑袋的差事，不说紧赶慢赶，还敢耽搁？赶紧点说吧。怎么用云锦入苏锦的账？费那么些话干嘛？ 兰昭进献的国礼均已入库，这外域来的东西，很多在咱们中原啊都能买到。毕竟是国礼，切记账目上要仔细着些。账目上大人就放心吧，全部入信公账也不怕谁查。今时不同往日了，清柳阁那边也得注意点。大人放心，现在上上下下办事那是井井有条。 那几位执事也是我们瑞元的老人了，想必也不会出什么纰漏。竞标大会在即，又得添加信任，咱们公示局肯定不能在这个时候打大人的脸呐。即便如此，还是会有人看不顺眼。那个洛王整日和本官作对，好在本官的手是干净的，谅那洛王也抓不到什么把柄。 你手当然是干净的了，那脏的不都是我的手吗？您再看看呀！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哎，挂件装饰，挂件装饰嘞。嘿嘿，请坐。不知苏老板此次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 多谢江老板。最近绸布局势不好，又交了一年的会费，我想着饭庄酒肆一类回本最快，不然我们几个商户联合起来开一间饭庄，或许能赚一些银子。不知江老板可否愿意入股？我这手头也没有多少银子了，过些日子还要再进一些布匹，所以……江老板不必担忧，这店铺就由苏家来出。 您只需投入500两银子，每月便可以到苏家领取当月利润的20%，怎么样？够划算吧？这……<笑>那这样吧，江老板，我先到别家看看，如果您想好了呢，就来找我。可是至于这名额呢，我就不敢保证。哎，苏老板，您留步啊！苏老板，请留步，我入股。好，江老板，那就等饭庄开张，您就等着收钱吧。上次模仿了祖传的霓凰大阵，谁知并不讨好。难道是因为花样太过华丽，不够赏心悦目吗？这一次可不能再重蹈覆辙。 修什么好呢？有了，记得早年随父亲游历东南，曾见过一幅绣品，主家珍藏多年都不肯卖，市面上绝对见不到。如今姐抄来一用，不怕镇不住他们。只是那霓裳。 这次又会搞什么鬼花样？
严老板，看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只不过随便走走。是不是想知道倪老板绣了什么？各绣各的，他绣什么关我什么事儿？你就别装了，那眼珠子都快掉人家屋里了。不过依我看，这织绣上也就你们苏氏、香草堂和百鸟布庄的白柔儿最有实力了。依我看，这次夺魁肯定是你们三家中的一家。我可不跟别人比，只不过尽力罢了。那你绣了什么？我还没有想出来呢。去，小气！倪老板可比你大方多了，他绣的东西就大大方方放在屋子里，谁想去看都可以。你要是再好奇，可以进去看一下呀。走了。倪城，你这是在绣什么呢？腰带啊。怎么又是腰带？这一条绣的还没有上一条出彩呢，能行吗？试试呗。好吧。今日是织造一试二轮的比试，希望大家在下一轮比试中能够顺利通过。是，各位商户，此轮刺绣比试，香草堂、苏氏、白氏以及张氏可以进入下一轮，为五品夫人制作长服，将下发一匹御刺赤布和柔纱。诺。柔儿，太好了，这次我们都进了，恭喜你。我这个虽然还不错，但是跟你的腰带比，还是逊色了不少。有你在，多亏我是不敢想了。赢不了，我爹就会被叔侄借机排挤，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唉声叹气的。题目说了是做常服，可是怎么才能不花哨又别具匠心呢？哎，真是愁死我了。你再愁也得先动手啊。哎，对了，你的布呢？没有什么好点子，布还放在库房呢。你得去把布拿出来啊，摸摸纹理，看看质地，就有想法了吗？哎，明天再说吧，我今天是没有什么灵感了。嗯。
又不是我，又怎知道我的难处呢？这次比赛我要是赢不了，我爹就会被叔侄借机排挤，我家在白氏家族便连立足之地都没有。不管怎样，先解决这个再说。怎么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啊？那死了！我回来了。你怎么才回来啊？我等到厨房没人才偷偷拿出来的。快看，你给我带了什么？都定了！好不容易拿到的，你小心点啊！快捡！脏了也没关系的。好香，是吧？你赶紧吃，我已经吃过了。好香。你是什么人？严老板，三更半夜跑来库房干什么？你进去看看有没有少了东西。你押他回去好好查查。凭什么押我？凭什么押我？袁大人，下官本不该深夜惊扰大人，只因这苏氏的严文秀胆大包天，私闯库房，损毁御赐布匹，我们瑞元不敢擅自处理，才来烦请袁大人定夺。你就是苏家少奶奶？损毁御赐之物，该当何罪啊？轻则杖罚50，重则斩首示众。苏少奶奶听见了吗？如果不如实招来，本官也帮不了你。求求袁大人救救文秀吧！文秀是误闯入库房的，实乃是无心之过。厚礼相赠。金银财宝乃是身外之物，本官又岂是贪恋之人？苏少奶奶是聪明人，该怎么做，想清楚了。
子瑜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恭喜你的。即日起，香草堂便是蓝昭与大宁通商往来的供商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子瑜。霓裳姑娘，我已经心有所属，我爱上了别人。怎么可能？你爱上谁了？我已经答应了心月，要到兰昭去做驸马了。你要去兰昭做驸马？当然了，只有我这么身份尊贵的人才配得上洛王殿下。不错，像你这样的平民女子，怎么能跟我在一起呢？忘了我吧，走。子曰，子曰，别追着宁儿，他不属于你，我们都不属于你，忘了我们吧。哥，太好了，你没有死。哥，哥，你去哪儿了？哥，哥。霓裳，怎么了？我的布，我的布，布。怎么成这样了？我不知道，我今儿去库房拿布的时候就已经成这样了，霓裳。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这是御赐的布，要丢了的话，我全家都要坐牢的，牢底要坐穿的。如果这样，白家就完了。霓裳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你先别急，这事儿不能声张。要是传出去，被上头知道，那才是真的完了。我。你昨日把这布带去库房之后，可又回去过？我没有，没有回去。我今儿早上拿出来就是坏的。这布好好的放在库房，怎会无缘无故被烧成这样？我哪里知道？我没有得罪任何人。我没有御赐的布，我就不能去比试了。霓裳，我该怎么办？你别哭了，现在还来得及。来得及什么呀？一次的布都没了，来不及了。没有布，我们就自己做。霓裳。这样真的可以染出和那块布一模一样的颜色吗？这是我家祖传的染色技法，虽不能说一模一样，可是不仔细看的话是看不出来的。那这个白色的粉末是干什么用的呀？这是固色粉，可是因为时间不够，效用不足，若下水的话可能会大幅败色。那怎么办啊？现在应付得了一时是一时吧，先过了眼下这关再说。苏少奶奶，你这是打哪儿回来呀？昨晚我去找你，却发现你不在屋里，你去哪儿了？
无一，你来看看这几个绣品哪个最好。可是他是医师的时候织过腰带了，同样的方法用了，并非同样的方法。第一次他用的是金线双凤纹，那是极其繁复的绣工，考验的是耐心和定力。而这一条看起来简单平淡，用的却是八种以上技艺极其精巧的绣法，比如鱼骨绣、盘金绣、挑布绣、布绣、滚针绣、施针、抢针，以及双菊叶绣。这小小的一条腰带上展示的却是大宁织绣业之大成，真可谓是用心良苦。若不是你解释一番，我还以为这是一个取巧之作呢。他从来不是取巧之人。你认识他？只是在大会上见过两次，看面相猜度而已。不过看他的绣工式样，他定是一个心思细腻、纯良端庄之人。哎，说来也奇怪，按理呢本应该厌恶他的，但是呢就是讨厌不起来。那就顺应自己的心意。公主，您一向为人和善，若能够成人之美，岂不是好事一桩？听说今日瑞园进行裁剪比试，说是给五品夫人选成衣，我还挺想去凑凑热闹的。这竞标大会本就是为与兰昭通商而设，公主若饶有兴趣，亲自去当考官也是使得的。你说的是，走，我们现在就去。有理，太过花俏了。第三位商户，你再一次用实力证明了自己，让我无话可说。下一位，哎呀，是端
重。不错，这件衣裳很别致，我也很喜欢。看来胜负已定。多谢公主殿下。且慢，这套衣裳并非用御赐的赤布所制，细看便能发现端倪。还有此事？来人，在。当场查验。请。回禀公主、袁大人，此布的确不是御赐的赤布。你好大的胆子！竟敢私自调换御赐布匹！大人，民女的布不知道被何人毁了，民女实在是无奈之举啊！你私自染布欺瞒宫事局，公然愚弄公主殿下和本官，你可知道这是何罪呀？回公主殿下，袁大人，白柔儿的赤布被毁，一时找不到布匹替代，霓裳为了帮她将白布染色，才能赶制衣裳，还请公主和袁大人责罚。你把白布做成了赤色，如不揭破，肉眼很难分辨。霓裳，你真有本事。这颜色虽是相近，但因为时间不够，固色不稳，细看之下还是能看出差别的。染织配料工艺十分复杂，霓裳却在短短几日将此布料染好。这布料是用何物染出，我们不得而知。这染料里是否含有毒素，我们也不得而知。诸位，我们看事情不能只看表面就判断好坏。衣裳是穿在人身上，如果有毒，可不是小事情。袁大人说的是。但这衣服是否有毒还有待商议。霓裳，你这衣服的布料是用什么东西配制而成的？公主殿下，口说无凭，还请允许民女将染布的染料桶端上，为大家展示。你如何证明此染料无毒？是布匹不利，直接除名之外，其余几位将顺利进入下一轮比试。无音，今日之事你怎么看？今日之事，公主断得极为公道。本来可以趁机报仇的，可公主却不是假公济私之人呢。算了，本来也不是她的错，怪她有什么用？那也不是洛王的错呀。你说什么？
我的意思是，洛王和霓裳姑娘均无错，公主也无错，只是缘分错了而已。你说的对，我和欧阳子瑜无缘罢了。公主的缘分迟早会来的。我的缘分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青月，走啊，我带你打猎去。大人，文秀姑娘来了。大人，苏家少奶奶深夜到访，有何贵干呀？大人言重了，文秀感念大人白日里的出言相助，特来感谢大人，还望大人不要嫌弃文秀的心意。苏家少奶奶除掉了一个劲敌，怎么也不见欣喜啊？大人莫要打趣，那白柔儿，文秀从未将她放在眼里，只有霓裳才是我的心头大患。若没有香草堂、蓝昭共商，对我颜文秀而言，便如囊中取物一般。看来苏家少奶奶和那霓裳姑娘渊源颇深。我与霓裳不死不休，大人若能助我达成心愿，我愿跟在大人身边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你好大的口气啊，本官身边从来不留无用之人。大人放心，我颜文秀绝不是无用之人。文秀先告退了，大人请慢走。哎呀，小店的口味如何呀？不错不错。您几位慢用，您的菜如果有什么招待不周的话，还请原谅。慢用慢用啊。哎呦，老板，掌柜，哎，把这月的账本给我看一下吧。哎，您稍等。老板，您请过目。啊，这是这个月的账目，除了成本，哎，你看，还剩这些呢。好，干得不错。那记得月底啊，按照分成给另外几个老板送过去。哎，哎，两位吗？里面请。里面有雅典。Thank you.
这糕点真好吃，丁晨，你这手艺真是一绝啊！怎么，知道我要来，特意给我做的？想得美，陈只是喜欢吃我做的樱花糕，这金标大会一结束，我们马上就会离开，下一次再见也不知要何时了，因此呀，我特地再给他多做一些。啊，这样，反正你闲着没事儿，这盘归我了，你再做一盘吧。哎，小侯爷。小侯爷，你，花儿再小也是花儿，就像有些人。再渺小也是一条生命，姑娘却如此咄咄逼人，定要取他们的性命吗？花尽其用，也不算是辜负了他们。这樱花被做成糕点，吃进人的肚子里，满足了人的食欲，那便是起到了它的作用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帮你成全他们。